大家好，农村上大妮儿，马上快过春节了，每天一直在家忙，不知道忙的都是啥。今天，下午也快黑了吧，就是自己给自己放了一个假，然后来县城里把这头发去理一下嘞。再不理的话，都过完春节了，都不能理了。今年，现在我已经到县城了，我去那边看看，还人多呗。刚把头洗呗，现在去弄一下啊。看我弄吧，弄好孩子都在那。去得理个新发型啊，不管看效果啥样。你看，我下来那是把头发换一个新发型，理个理发，啥样看看？挺好看的，好看吧？显年轻了，对。好看是好看，多少钱？花了200。是啊。哎呀，那你把一个大猪皮给我买。哈哈哈！一年到头了，忙一年了。那话说，都少吃肉，不是把这肉省出来。哎，这还洋气了，米儿没有白花的，还就是洋气。真好看吗？上面咋烫上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人家说是烫着啥，梨纹是啥？纹理不是理纹，都是纹理，谁知道我也不懂。我说你给我把这个头发弄弄吧。你看我，这边多长也没有弄过，那个啥，等着在咱这儿，我机会了，我说我顶成吧。好家伙，顶成。天黑了呀，不是？黑了也有时间，白天没时间，开车到那儿，晚上人家弄弄。弄完，你看第一时间我说来家看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啥，反正我也把是纹理，也把是理纹，谁知道嘞？挺好看的，咱娘给你不拉不拉不拉一边来，这梨从也不拉不拉，人家本身都是纯甜的啊，好看的，是不是给要换一个人身？哦，洋气嘞，哎，过年的是呗，平时不弄弄，过年的新年啥？新气象。哦，新年新气象，对，你看这从市里边回来了，别，你这忙忙半辈子了，该对自己好点了。是呗，哦，再想起想起是呗，哦，就是的，成天也不烫个头发，也不干啥的，这弄弄吧，弄弄好看，精神。啊，这第一回牵着刘家去回去了，俺李虎该认不得了。哎呀喂，这认得了，再弄成啥样他还认得了，那认不得。确实好看了，是吧？挺好看。娘，你说，咱家不要花多少钱儿的，要说贵了，这个头花200多，心疼的，是呗娘？心疼呗，心疼啥呀？我的一回头发都是10块钱。哎，对了，哥叫给你推个发，你也不疼。俺原先理头也是得花5块钱。啊，俺没有花过这么那啥，都在这挣呢。俺那在那在地下走上叫叫，一个皮革的啥？俺一直都是5块钱，俺没有家，俺后来俺希望，哎呦。过年的不是啥，也是去县城里再去享受享受的，发发狠就是，再给弄个新发型，就是弄弄吧，你不换换发型，能知道有这么好看啊？天儿没有白花的，对自己好点，忙活，习惯就行，成天省吃俭用，该花花吧。要不我第一时间我都背着，我都赶紧来这儿给你显摆想看。我这个人做这个头发。那这，叫洗洗的。结婚家爹坐着不走了，洗个澡的。哦，我去洗了的了，我擦了的，我去洗了，看整个沙发老了。叫洗洗的，没事，我去洗洗的。